香港新晋女歌手陈希怡4月17日凌晨遇车祸身亡，终年26岁。据悉，15日晚她还在录音室努力录歌。陈希怡生前像其他艺人一样，常常在微博更新个人状态及贴图，增加与粉丝互动。4月15日，陈希怡还在微博中写道，妈妈常常 send 给我像作文的长 message， 哈哈，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，我成日都懒得回。配图一张陈希怡与妈妈聊微信的截图。陈希怡嘴里说懒得回，其实时有回复，母女二人的互动很是频繁。无奈现在陈希怡已经无法再回复了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